欢迎大家来到 Simple A Class 的 YouTube Channel。这个是 for Ultra Simple Course on AS 的，就 Add Question on the last page 的。首先呢，这条题目就是问由由 A 四的三次乘四的七次乘到四的 x 次的时候呢，就是小过二的一三三二次的。咁佢就问 total n 就等于问号啦。咁首先我哋就将大数变小数啦，就由四嘅三次变咗二嘅六次，咁样就做啦。跟住咧就揾咗 common base 出嚟先，全部都系二。然之后又计个 index 就可以写到呢条咁嘅式，就会系 as 嚟噶啦。然之后我哋就再用 sum of as 啦，跟住就可以写到呢条咁嘅式出嚟。然之后 solve 完之后揿 calculate 咧，我哋就系揿到 n 系大过负十八点五，细过十八。咁我哋最后咧就会揾到 greatest value of n 咧就系十七噶啦。應該幫到大家不少的了，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，歡迎你們留 comment 來問我們。如果想知道我們最新的資訊的話，就 like 我們的 Facebook page 啦，拜拜。